本所员警于日前在黎明路与西屯路检查一辆混凝土棒土车是否在核准时段行驶，正当驾驶及乘客下车接受盘查时，其中一名张姓越南籍移工一开始假意配合，下一秒却转身绕跑。本所员警见状立即追赶在后，没想到该名移工逃跑的地点竟是本所的停车场，当场瓮中捉鳖，待本所依法侦办。警方后续将张姓移工解送移民署专勤队归案，张姓雇主聘用非法劳工依就业服务法送办，无姓驾驶也因车辆在未经许可时段行驶，依道交条例第32条开单告发。